我每次来荣总，照顾我最好的都是护理师。护理师对病人的照顾，对病人家属来讲，那是一辈子都记得的事情。所以我要谢谢我们的护理师朋友们。刚刚我听完简报以后，其实是非常感动。我发现院长进来白头发是不是多很多？北荣的自由广场车来素筛检站才设立五天，就筛检了超过10000人。北荣的医护同仁在第一线不分情欲，耐心地为我们民众筛检，民众能够快速地领药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药师同仁预做准备，亲手一包一包的组装，甚至需要包药包到深夜。也要在这里要代表全体国人跟大家说声谢谢，辛苦了。我们在中央地方合作之下，北北基桃陆续设立了大型的筛检站，在台北市我们共同增设的自由广场，还有台大医院的体育馆，还有松山机场的筛检站，这些对缓解民众的 PCR 的需求发挥了相当的效益。谢谢总统指定了台北荣总来支援台北市的这个车来素，这个车来素的效率非常的高，而且市民的埋度非常的大。中央跟地方合作，好好照顾人民。面对疫情的变化，我们要团结一致，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